元大都遗址位于现在的哪里？元大都遗址是中国元代的都城遗址，那么元大都遗址位于现在的哪里呢？元大都遗址现在位于北京市旧城的内域及其以北地区。元世祖至元四年以金代大宁宫，也就是今北海琼花岛为中心创建的，主要工程完成于元世祖时期。在元大都的东北部发现街道遗迹，在南北向主干大街东西两侧等距离地排列着许多东西向胡同。今北京内城从朝阳门至东直门间排列着22条东西向胡同，就是当时的旧迹。大都城有3个大的市场，即海子北岸至鼓楼一带市场、京西四丁字街一带市场和纽密院角头，也就是现在王府井大街至美术馆市场。